Hello YouTube，我系李 Sir，我呢段片咧系讲中三嘅第十课书，咁呢个系延续呢个 slope 嘅 concept 嘅，有一个情况想大家要去记一记嘅，就系咧，当如果我哋计咗两个 slope 嘅数值系正数，系正数个数值系正数，就代表条线咧系向右斜嘅。OK，sloping upward to the right 系向右上斜嘅，向右斜上嘅。OK，咁呢个第一样要记先嘅。第二樣嘢就係、如果個 slope 係大啲嘅話，假設 M2 同 M1 兩個數值，邊條線斜啲啊？L2 呢條線斜啲噶嘛？咁個 slope 咧就會大過 L1 呢個 slope。OK，即係 M2 嘅數值會係大過 M1 嘅，因為 M2 即係呢條線 L2 係長係斜過唔係長過斜過呢個 M1 嘅。得唔得 ？OK， 咁所以就大啲就斜啲。OK， 好。另一個情況就係、如果你計到個 slope 係負數嘅，係負數嘅，咁條線咧就係向右向下斜，向右向下斜。OK， 負就向下斜，負就向右向下斜。OK， 咁咧，如果兩個都係負嘅時候，如果兩個數值都係負嘅時候，兩個數值都是負嘅時候，越細。個數值越細就越斜，個數值越細就越斜。咁我舉個例子先，舉個例子就係如果而家咩叫細咧？有啲同學仔都仲係會好搞得唔好清噶嘛。係啦，如果而家我話俾你聽嗰個 M3 咧 ，M3 同 M4 啦，應該點啊？應該呢條線係斜啲噶嘛，所以呢條線嘅數值應該係細啲嘅。如果呢個係-6嘅話，咁應該呢個係咩咧？呢個可以係-3。嗱，記住-6係細過-3嘅，-6係細過-3嘅，得唔得？啊，冇睇，淨係睇個 number 喎，係要睇埋個負值。越負得多就越細，所以呢個係越細，越細就越斜。如果係負值嘅話 ，OK？ 如果係正值嘅話，如果兩個都係正嘅時候，就越大越斜。OK， 反轉咗嘅嗰個 concept 係，得唔得？好，重複多次。兩個都係正數嘅話，兩條線都係向右向上斜，右向上斜 ，OK？ 斜向右向上，而個數值越大，數值越大就代表佢越斜，得唔得？當如果嗰兩個 slope 嘅數值係負嘅話，就係向右向下斜，右向下斜 ，OK？ 而個 slope 咧就會越細越斜，咁你要識得睇咩叫斜喎，咁樣叫斜啲喎。OK， 咁樣叫冇咁斜喎，得唔得 ？OK， 你要識分咩叫斜 ，OK， 得唔得？咁就係呢兩個 concept 要大家清晰嘅。咁啊，當你有呢啲 concept 嘅時候咧，你做以下呢啲數咧就唔難做噶啦，得唔得 ？OK， 咁短片就去到呢度啦。